劳力士川贵出的瑕疵表不能退，只能找售后服务中心换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发生呢啲咁事，大家都唔想啊！我只能说强烈谴责这个劳力士专柜，真的，出厂的产品没有仔细检查好，还直接去销售给表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摆的强制买卖的过程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大胡子哦。现在是早上的11点多，然后预约了拿一个未使用的新款有力黑，拿过来老虎这边处理一下。然后问题是什么呢？前几天的话，帮一个表友订了一个当天卡的有力黑。正常来说，出了贵的手表是退不回去的，你不能跟专柜说有什么售后还能换什么之类的，不存在的，已经劳力士专柜就是这么豪横。然后后面的话，客户他不要，便宜给他也不行。后面的话只能拿过来劳力士售后服务中心这边处理一下了。问题是什么呢？待会我直接上视频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啊。然后呢，一个是未使用有问题的劳力士黑水鬼，还有一个已使用的，这个是一个昨天一个表友寄过来置换的，待会我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两个表有什么差别。好了，已经来老夫这边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手上这两个手表差别，外观上差别不大，而主要体现就是在 R字这个八字尾撇字尾这里，明显可以看得到有一点点掉漆。然后再看一下手上这一只，手上这一只没问题的，而且这是一个未使用品，肉眼观察的话还是能看得到的。然后现在直接上这个夹子高配件给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这个已经放到两倍去看这个掉漆的情况。给大家原倍镜啊，一倍镜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两个左边是二手啊，右边是未使用品。拉近一点，两倍距，给大家对比一下，好像除了这个 R 字，其他都没啥区别。主要体现在这个瑕疵，看一下专柜待会怎么处理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了，手表已经是取出来了，就是有一个问题，他这边是确定能帮你换一个新的盘面，但是呢，因为要涉及到从国外订回来然后再到组装的问题，刚问了一下可能要年后才能拿到报表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一个表的成本我现在亏了2000出同行，好几个同行都说不想接。要想一下，如果你花差不多10万块压一个表，然后还要2-3个月才能拿得回来，就算我真的放着去卖零售的话，那我赚的也不多，所以我只能先拿回来了。虽然说他劳服的服务啊，就是说属于他原厂的瑕疵的话，他们是包换啊，没有说包退的，是不存在的，也是只能说包换，帮你免费更换或者免费维护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样是相对于大部分表者的话还好，但是如果你说像这种一开始就已经是瑕疵表，对于我们卖家来说的话还是挺伤感的。毕竟你每一个表，像这一只的话直接就是当天卡专柜发出来的，他发出来检查的那个工作人员没有检查过就直接发出来了。基本上说实话，你说像现在专柜的都是追求业绩的，没有说专门去帮你检查过，会有跟你说哪里有问题这样子的。反正像大部分在省外的表友，就是说他在专柜那里买到表之后，或者在专柜那里排着到表了，然后专柜的柜员直接给你一个卡号，然后让你打钱给他，打完钱他就直接发货，就这么简单，也不会跟你说过程是怎么样，直接给个单号，后面就给你收到的话就会到。不然的话他是连那个出柜的图编号图他都不一定会发给你，就等你收到你看到是怎样就怎样，而且是不能退的，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只能自己过来劳服这边解决。你说一个劳力士动辄就接近10万，入门级差不多对吧，热门款黑水鬼，然后如果这一边本来这一个表的话就赚个2000来块，然后刚好那个表友他不要了，现在退回来一直压了2周了，现在还不能弹出去，然后过来这边维修说还得要2-3个月，谁吃得消啊？像我们这种小本买卖对吧，都是追求快进快出的。其实这一只表的话是卖97000给这个表友的，是前段时间94500拿的货，然后刚好因为这个表友说我也在你这里问了挺久了，有别的同行问到的话是96800，他说既然都问你这么久就在你这里下单吧，
然后第一只表就搞成这样了，就好难收场。但是现在也没办法，对吧？这个是属于原厂的问题，但我也不会说强迫表友去接受这个表况，那不行的话就只能啃，上面退不了，下面卖不动，所以只能说这两天看一下还不能再降低一点吧，自己亏一点。这个表成本去到95,000，接近95,000。像这种表，表商说好听一点，就是绝无仅有的错版，就跟人民币一样；说难听一点，那就是谋财，只能自己啃。现在这个表就好了，现在先不说不开心的事情。最近的余文乐掉的确实一塌糊涂啊！传闻啊，23年卡的二手余文乐，居然31万多能拿得到了。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帮表友走徐步天的这一个余文乐，看一下他的表况还有行情。好了，已经到徐步天这边了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22年卡部分原厂模的一个余文乐吧。刚刚走完徐步天，这个表况是不错的，这表友也是不错，他部分原模都在，你看一下。那表的成色就不用说了，基本上应该是使用痕迹不多，它底盖膜都在，这种二手表应该就是很多表友都喜欢的了。还有它手表这些表扣膜都没撕，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的。这个表友现在这一只行情啊，出给这个表友是接近32万的行情。22年卡，刚刚在老虎门口说错了，23年的话还是得32多一点点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这期视频也差不多了，如果各位表友有什么名表行情资讯或者购买建议，都可以随时联系大五子聊聊天唠唠嗑，拜拜。